我讲过啊，我做鬼嘛袂帮你耍。伫咧法官判刑之前，我无去。我若无假死你，我咪要对伊一个交代。我是恁嫂子吧？今日嘛甲你讲白菜，你真正无需要对阿红这么好，伊毋是你亲生的嫂子。是哪里你逃不走迄个查某仔嘞？伊个囡仔就是阿芳。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拜一至拜五暗时8点，一家团圆。